为台球爱好者，大家好，欢迎关注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得到了齐齐哈尔市体育局和齐齐哈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支持，由黑龙江鹤城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齐齐哈尔龙桥市台球会所共同主办，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冠名，冠军奖金30万，总奖金近125万元。2022至2023赛季，乔氏中式台球大师赛全面升级，年终总冠军奖金500万，超越斯诺克世锦赛，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本站赛事诚挚感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 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北大仓酒业、骑士马家餐饮、 LP 球杆、野豹台球杆、 Furry 威力球杆、奥秘台球杆、皮尔利球杆、李斯球杆、 Ports 波茨杆、牙博士口腔医院、小麦皮头、镇红胶边、护翼灯具、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雅乐美台球、摩顿地毯、 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赛克斯桥粉、蹭个购商城、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90000击球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到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比赛现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第四阶段25至28场的比赛。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九号台裁判员张娜，运动员周龙、梁石瑜。11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冯泽元、于海涛。13号台裁判员徐景言，运动员赵汝亮、张太义。TV 台裁判员傅依然，记录裁判员张毅、江杰琴，运动员孔德京、于海涛。张坤鹏，现在比赛开始。张坤鹏你好。我们那个前双选手争夺开车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张坤鹏获得开车选择权。欢迎收看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清勇。这场比赛给大家奉献的是第四阶段8进4单败淘汰，限时180分钟，抢17局。画面左边孔德京，画面右边张坤鹏。比赛开始，第一局张坤鹏开球。好，第一局。
中带铁球没有扎进。继续左中带低杆，上方来看一下七号球，继续用低杆可以往左边下方再调一调，然后六号的右中下来之后呢，两边底带继续，右下方红三，由于没有直接调到二号的位，那么后面还需要一杆细致的二号。这个低杆又是没顶到，来看这个二号球左下角，保进。再走左边的两球之间缝隙上去，八号也是同样右下。这杆呢右塞低杆啊，力量不需要特别大，但是旋转要稍微强一点。孔德金手，比分1-0。第二局，孔德金开球。
炸球有球进。两边中带都有，黄一十一。这个方向，上方向下看有一颗花色的十三。右边这个位置要看看中带，瞄一瞄三传，十秒延迟。好，传进看三号位置，不太好，这个位置红三还是有点贴弧边，进攻角度也比较局限，要在这个两球缝隙的位置，十二十号的左上方，要不然下方找机会还要去 K 拿六号。没有问题。黑道好，再来左边中带轻打顶库，再下来右边叫红三，看了一眼横向过来，十四这边有 K 球的想法，好 K 到，再看左下方底带黑八不行，看右中上方好，右上。第二局，孔德金胜，比分2-0，开球轻打。谢谢。
第三局张鲲鹏开球。还是没有扎进。花色九号。打进一 K， 这个方向看看左边十号底带，包括左中啊十三的这个位置，十一会有点难打，而且这个角度有点薄。再来下方十四弹阔边起，上方十一稍带点中低杆要发力蹬起。好，来看这个角度，打进之后呢正上方有一颗十五，右边有十二，这球可以考虑打完之后把右边先打了，因为八号来看一下右下角六没有挡的话，用左边中带的十三叫黑八是最合适的。还是向上用了一个很强的右塞在里边，那这个角度的话右边不太好打，那左边是开放位，四号球没有挡，看一下这个十二号的进攻的位置，尽量叫的稍稍直一点，一点点向下的话这个位置你推下来顶五都是可以的。杆法要低一些，要下一些左侧的旋转。这个球有点过头，角度大。看一下孔德京想法，比如说我正常钻六八缝隙下去，然后在六八缝隙再上去，要下一个比较强的左塞在里边，勾到左上角，三局孔德金胜，比分三比零。谢谢。买台泥就上蹭个够，进口国产随你挑，不仅品种全，而且更省钱。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
第四局，孔德金开球。中带有球进，上来孔德金连赢三局。比量一下左上方进攻的一个位置，直接来打四叫二，打二叫五，五叫六，带低杆横向的左向右，杆法可以稍低一点，白球力度有点大，不好停的话下低杆横向顶十四，顶十四可以继续叫五，有点犹豫啊，高杆还是低杆，瞄这个高杆能不能顶到五，十秒延时，左边十一号球，一打一 K。好，来看这个位置，打十四从下方，看能否去叫一个小面啊，右下，叫一个十二的左边中带。那这个位置五号这里会稍稍有点麻烦。下方来看一下借力，
再来，右下，右上，用十二叫十三，下来叫十四，十四叫黑八，中低杆就好了，自然摊边库起。有点轻，继续横向的用低杆，角度大可以弹库起，来看这个方向，中带和右下都是可以调的。第四局，张坤鹏胜，比分1-3。谢谢。第五局，张坤鹏开球。你上来这个开球阶段啊不好，尤其是中带的铁球一直没有扎进，花色右中打进，看左下方15，同时再看看九号的一个带口，两边中带或者是右边下方，勾一下，勾一下之后这个位置就活了，左下方底带是有的了，再看八号右中，右下后面就可以交位正常去调。啊，这个位置右下方现在是可以打，把十打掉。好，上方两个底带，然后左中11。量量角度，14、12，左中11，下来叫9。这杆球12叫11，杆法要低一点，轻搓，右塞强一些，让右塞把这个吃库的分离角度往下变大一点。
走两库看白球还能打，而且这个球往左边推，九号的右边地带可以看一看。有，然后横向用第一杆叫黑八，第五局孔德金手，比分4-1。第六局孔德金开球，继续两边中带进球，右下方打进弹起，12号左边高杆推过来，下方有10，打10再向上，10号右下你看准度，稍带点低杆的右塞啊，左边走两脚，还有一颗15号的准度，继续15叫黑八的左边中带，
第六局，孔德金胜，比分5-1，开车金牌。有实力，全乔氏。什么是全乔氏？就是奔驰中的 S， 乔氏中的乔氏，是全国台球俱乐部的塔尖。重庆玉林乔氏台球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七局，张坤鹏开球。右边中袋15号进。右边有13，11左上有，这里看看9啊，9号的中袋这边不好打的话，右上。后面可以用12号球去调，或者打11的时候呢，往下顶一顶。好，弹起看角度，可以的话打左上方11，有机会向下角度把这个9带的。10秒，延时。右下方。再看11。九号有，11号继续。高杆啊，右边上方可以走两库。再看看底带，看左下，第七局张坤鹏胜，比分2-5，开球清台。
第八局，孔德金开球。这一杆开完之后的白球位置不好进攻，被挡住，而且在上方的袋口附近，那就尽量的轻打。借力中带，好，六号九号缝隙，看左下方，再看看左边的十四。缝隙中间十二是没问题的。看看左边位置啊，有机会可以 K 球，没有动，好，上来变成中带，打十一横向的一敲，右边两颗，再带活，这个球没下低杆呐，仅仅是一个轻推，那么下方十五看准度了，而且还不能太轻，张坤鹏上手下方选一颗，三号
白球左边上去，来看这个方向，够直就二号打进，低杆下来继续叫黄一。继续带低杆打，这个角度，那左上方走两库吧，调一个五号的右边中带，有角度啊，就高杆。看这方向比较直的话，看看六右边底带有没有挡，就直接一点往左边缩一点点就可以了，没问题。好，再来继续的用低杆往左边走，六八同带，八局张坤鹏胜，比分3-5。谢谢。接球是张坤鹏开球。右下方九号，上来一 K， 这个位置先看一看上方带口的花色，八号左下角够打，穿缝隙出来，继续十五打进之后呢，中带十一。
11，然后右边10，看好下方14的这个位置。想叫左边下方底带的八号，这里边12倒是可以提前打的，因为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特别好叫的角度。打12向上，然后用右边中带下来，发力的中低杆啊，第九局孔德金胜，1分6-3，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什么？人都到齐了，这酒。酒来了。对，就喝君妃。这个酒啊，北派高端酱香嘛。哟，知道啊，招待贵客，就得是君妃。这酒是我家乡黑土地的精华。酱香工艺传承100多年，带贵客选君妃，来干！北大仓君妃，中国北派高端酱香，给我摆这位吗？开启技术风模式，开启暴力风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镇宏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镇宏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杆，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镇宏。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不畏磨砺，披荆斩棘，10年一见，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
百台泥就上蹭个够，进口国产随你挑，不仅品种全，而且更省钱。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场面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孔德金开球。好，暂停结束，继续回来看比赛。右边中袋二号进。两中有，再来，左边中袋打进，下面来看右下方的14，然后左下方还有两颗。左下。这里可以提前把11打了，没有问题。然后下方两边底带过渡，再下中低杆过来，再来左下方，反向八号，第十局孔德金胜，比分7-3，开球清台。
吃一局张坤鹏开球。中袋还是没有炸进。六打进，单色。左上。这个方向呢，来看看四七之间的情况啊。有点挡的话，可以先把这个四打了。七号继续回面回来之后呢，还是左边的中带。再来，有点角度，边库弹起，还是中带，右边二，左边七下来黄一，再来右中的黑八，角度合适，高杆底库向上，第十一局孔德金胜，比分8-3。第十二局，孔德金开球。开球没有球进，张坤鹏。左上方九号。好，打进下来看一下白球，右下有十。中带这边要看一看，这个白球现在没有了。六号挡住，
看看右边，中带。没打进，孔德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二号中带下方三，然后右边一期过渡，这一期位置看看有没有 K 球的想法。七号这个位置呢是右手的顺手位，左手呢会稍稍有点够。强薄一杆没打进，中带打进，下来一带也是没带到。继续左边中带，看看这杆啊，双下
右下打进。还可以。左上方这位置现在出杆会有点别扭。好，交道继续低杆下来，八号叫中带。第十二局，孔德金胜，比分9-3。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第十三局，张坤鹏开球。一直技不行的开球，也是没有球进。采用了大力炸球。好，二号左上。蹬两库下来，看看左边中带这里，红三可以打。六号。
在苗苗中代的接力。延时。继续中带这一杆，要看看打五的话准度，包括身下啊，注意薄了，十秒，延时。右下，看白球，十号有打，继续打进弹起。这杆球看想法，下低杆还可以勾一杆。好，再来左下方，带第一杆左塞，右下方两脚，左上方呢争取再走两库。再来一杆准度，中带小了，
看看跳球，右下没有了。再来，左上，右下方八号。第十三局，孔德金胜，比分10-3。谢谢。第十四局，孔德金开球。中袋这边也是没有扎进。左中继续，右边来看一下9跟15。好，传进。再看看11。有向上角度，下中杆往上蹬，反向右下方。
四局，张坤猛胜，比分4-10。谢谢。第15局，张坤猛开球。先来看一下左边3号12。10秒。红3。这个方向还可以，黄1还有。同时看看6-7的左上角。贴的比较近，左上没法打的话，后面这两颗6的右下角是可以进攻的。好，看白球没有刮到啊，那还是看中袋和左上。打4可以调一个6的右下角，并且看一下这个中袋的组合球角度。调过来那就是可以传的。再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眼，这个6应该也比较直，然后2号中袋是没问题的。好，再来。上方底带有。叫了个右中，啊，这杆球呢，黑八可以调左边中袋。第15局，孔德金胜，比分11-4。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
第十六局，孔德金开球。白球在上方啊，离库边还是有点近，左边中单是被挡住的，要看看右边。中单没有打进，放到这儿花色的左边还是没法打，中带是三传。单色左中间打出，左下继续，王毅还是有的。再来看，左中右下，而且八号左边中的也有。张坤鹏胜一分，5-11。第十七局，张坤鹏开球。
右上红三，争取先调七。好，有角度，正常带中低杆顶库下来，中带这边可以衔接，然后左上还有五下来有黄一，那再往下方看的话，二四两侧底带，好的，那叫到这个位置，提前可以把五打掉，然后看中带的衔接。稍稍下一点点低杆，哎，打六，高杆横向推过来，左边一，看角度，带低杆下来，四号可以调正一点，来看一下可否用低杆停住，再用二号叫黑八，再推下，第十七局孔德金胜，比分12-5。第十八局，孔德金开球。上来中带借力打进，但白球一蹭，六号又麻烦了。
过来再 EK， 但是左边中队还是没有。从现在六号这个位置把七打掉，最后也只能是右下角。十秒，五，好，再来，右下方，底带现在是可以打的，不过这盘里边下方还有一颗，五号。再转过来有效果啊，这杆球虽然中间 K 到球了，这个运气也是不错。来看准度，这个带口不是一个完整的带口，我们能看到最少有三分之一的带口是被挡住的。再来跳球，犯规。
再来示意，向上角度，推高杆边库往上走，左边中带两颗，张工能胜，比分6-12。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局。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吉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什么？人都到齐了，这酒。酒来了。对，就喝君妃。这个酒啊，北派高端酱香嘛。哟，知道啊。招待贵客，就得是君妃。这酒是我家乡黑土地的精华，酱香工艺传承100多年。待贵客，选君妃。来，干！啊、北大仓君妃，中国北派。高端酱香，给我摆正面。小麦皮头轻松上手。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一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我们与齐齐哈尔这座城市共生、共荣、共发展。个人客户、个人储蓄存款余额居同城、同行业首位，全力支持服务实体经济，聚焦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工商银行，工于至诚，行以致远。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钢头，独特的球感。暂停结束，
比赛继续第十九局，张坤鹏开球。好，暂停结束，继续回来看球。上方过两颗，中带没有。开球时机。今天一直在开球阶段，张坤鹏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进球状态，也就没有办法去展开进攻。继续去打。右下打进，然后再来九号，右边中带有，左下有。左边中带继续，比较直，低杆回来，左上方，十五，这个方向会有一点点够啊，手架小心，下方有黑八，白球呢右下方下来。左下，岩石。第十九局，孔德金胜，比分13-6。
号时区，孔德金开球。这杆进球比较多，但白球的上方吊带。向后射球。这一蹭，中带还有。好的，第二十局张坤鹏胜，比分7-13。21局，张坤鹏开球。继续吗？六打进，这白球还能翻啊！这个三号球发力翻的话还可以翻，左边中带是可以翻带的。
寺庙。比赛时间已过半。扣了。上来先薄一杆，发力下来看白球，先看看八九缝隙的十号，左下没有打进。十秒，延时。左下。啊，再来右下。打薄，这个位置也不好，十四现在看不到。
没有勾到。十秒，缝一杆儿。十秒，五、四，好，低杆回来就到。左下，继续用低杆向上顶二，还可以交中带。孔德金胜，比分14-7。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第22局，孔德金开球。右边中带7号进。这个位置下方有一颗红衣，
再来，继续右边中带红三，上方三颗啊，下来叫五。看这个方向，留一颗合适的角度向下，五号右下角，同样八号球也可以叫右下角。好，来看这个角度，左边是没有的，右边啊，五八同带。要带低杆的右塞啊。好，看准度。22局，孔德金胜，比分15-7，开球听台。23局，张坤鹏开球。大力炸，有球进。先来看一下选颜色，花色11左下角，看白球勾到黑八左上，中带15还有。左下方还有一颗带口的10号，但这个白球位置不好下低杆，中带这边15。这个位置有点尴尬，有没有可以传球的机会？选中带。下方打十再调，还是要小心上方的这个单色。好，看白球缝隙中间14传12。没问题，
再来带一点点低杆左塞，同带右上，第二十三局张坤鹏胜，比分8-15，开球清台。第二十四局，孔德金开球。右中二号进球。右上方有7，中带有11。10秒。5、4、3。花色。这个方向上来看，14跟4号之间还是有一点点缝隙，但是这个上方的带口，它挡了一部分，你只能打到左边的外角的一个带角位置。好，先接力。这个十号过来立功了，直接下方有十号可以打。好，来看角度，中带向上，要解决14的问题。可以到。这属于意外效果，本身是没想 K 进啊，这球就是 K 活，然后呢可以再打下来。现在在17之间缝隙下方13还有打，不过这个白球呢上方有难度啊，离库边非常近。好准度，中带打进赛点，比赛抢17。第24局，孔德金胜，比分16-8，开球清台。
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25局，张坤鹏开球。黑八炸进可以复位，看看孔德京啊选择进攻还是怎样。对，复到这个点上。八号复位，继续进攻。向后收球。好，首先来看一下中带，瞄了一个二号。一打一 K， 继续红三，向上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先调一杆黄一，然后用六下来，下方的四在九号跟十五缝隙之间，右下的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黑八现在带口是非常的不明朗，基本上被包围了。所有的单侧球都是为了一个八号的带口问题。先瞄一瞄，打五有机会可以去带，但是带完最好有过渡。如果最后就仅仅是用这个五去挑八，那么八号目前左上方底带，对，就是六号这个带口。好，先下来。左下有可以打，向上呢 K 十二号，顺势呢十二号再把十 K 走，来看一下效果。这个方向右下角九号十号缝隙。A 八右下，不过现在还需要准度，需要突破。四号左下，而且低杆横向还能顶九，九这边还要奔着黑八来，没打进。直接十一，没打进。我们看看孔德京有没有想法打黄一，左上方带低杆右塞下方的十一跟四这里呢去 K 一下，没动，那就是要打四这边，白球帮进十一号。等机会，
邦近期，孔德京看这杆黄一啊，会不会翻左下的十四这个带口？哎，这个位置还是有机会可以接力进或者是翻进的。再防，来看翻中带，左上打进下来，看白球十五向上角度，有机会推下球堆的位置一 K。好，不动。十四下方继续弹库起，看白球位置，拿这个 K 了一杆，十五还有。弹起，继续。中带比较直，那是第一杆回来，稍稍有点轻啊，这杆球。左中。第二十六局，孔德京开球。孔德京已到赛点，比赛抢十七，两中进，
看白球一撞红三，左上方五号可以打，要看看中带位置的这个单色。对，七号球上半台四颗单色是没有问题的，中带看七下方黄一也是活球，而且黑八这个位置是非常开放的一个位置。好，带点低杆左上打进，白球再一勾继续解决问题，右边有红三，角度有些向上啊，这个点位现在可以把中间的二有把握先打掉，这样的衔接中间没有障碍球了，角度也合适，中低杆右上方可以继续叫三，下方看黄一有没有想法去叫一个向上的吃库角度去勾十二，不然后面要看你是不是这杆打完三之后呢，直接下方七号球底带一杆准度。有这个想法，那就一杆准度，第一杆上去叫六，打六中带下来叫一，这个距离中低杆就好了。够准，就看后面的六一向上叫八，一号再推两过高杆，这个力量有一点点过头，看准度，好，首先恭喜孔德金在第四阶段的八进四单败淘汰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两个人在进攻阶段的里面，张文鹏是因为在开球环节受阻，所以说一直是开球没有球进，包括最后换成了大力炸也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现象。那么张文鹏被淘汰了，孔德金晋级。今天我们 TV1 号台的全部直播就到这里，明天上午还是上午10点，不见不散。